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东男孩。今天跟朋友一起来到这个麻城的绵山水库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上面风景怎么样。走，黄盖的信州，宽阔茂盛。你这有没有选择你这个加饭？看到有人过吗？哦，是。谁闪过？这个很多。谁上孙子去？像不像迷你型的孙子？你咋看不到那个锅里吧？你妈！平时看不到那个锅。你讲的是什么？我先去了个金牛，太高兴了。送的太长了哈。这辆老布的。哦。二个人在外一个地窖，我看那俩人休息，打得挺。我是跑西藏，我这里。咋的？什么？我们好下劲儿，不是没摸那么一点，没摸那个谁也干你的。今天来到这个大坝上面，这中间还有不少人挡呢。好，覆盖了八个县，不是马城、忻州两个县市的所有的灌溉到饮水。那附近我们应该管忻州，附近我管不到是忻州。八个真的小有点小。那现在是富春溪吧？跟他妈小说一样。有富春溪啊？那主要是饮用水啥的。那是一级生产的。我发电了。电外面发的。也发电了。那个水库扩三个灯，扩三个灯啊！回山江堰的火灯、八股灯。我的两点，我的到到二里边，我一列的人呢，我从来没发现过。你看我说，跟别的抖音搞嘛，抖音认识的，认识当初同事。要不然那就是农村修电视机啊，发工资一种不然生态生活反映出来的。是的，我这也当对呀，搞得蛮好的。我抖音关注几个人了。连我的老表，我媳妇老表都管着他。我媳妇老表说：“你给我挖土沟去。”我说：“老子还，我怎么晓得？我管着他。”这东西有没有人知道是干啥用的呀？它这个大坝有三层，每一层都有好多个这个，每隔一段距离有这个圆盘，这是个不锈钢的。中间有个螺纹，中间是一个小的螺纹，不知道这个应该是个，我觉得应该是测量的时候把东西装在上面还是怎么用，搞不清楚。里面应该没有装那种定位的东西吧？我觉得这个应该安装的时间可能比较早。如果是现在的话，都会装一个那个定位的那些东西。我也买准备鸭蛋，买准备鸭蛋。